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是极限挑战第六季新闻室。假如我年少有为，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学问能给我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这个时候应该吃秋梨膏了。电视一直闪。对不起，我真忘词了。哎，有人问你了。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。唱歌是已经跳了吗？能不能也跳了？对，我们也跳了什么吗？
哎，雷子，啊 ，B-box， 快走开！不知道这牌啊？不知道你这牌在哪儿？是不是直播间人太多了，就挤了？方便面，就是打不进号，方便面。是我们一连麦，他们在说话也打扰我们说话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对，我们也听到他们说话。有。